开了。晚上好。嗨。唉，今天不知道应该穿什么衣服的，因为这个鲜艳的头发，鲜艳的发色，我发现我有很多衣服都不能穿呢，就穿了一个简简单单的白色的衣服，喉咙有点哑，因为刚刚在睡觉。这发色可太持久了，我洗都洗不掉的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现在都不是我想不想留他一段时间的问题，是我就是洗不掉。谢谢依依伯伯的夜蝶，谢谢依依伯伯。天哪，朋友们，就是这个人，就是送我夜蝶的这个人。我跟你们说，他当着他在我云电园的时候，当着我的面吃薯片。是不是很过分？是不是很过分？我也觉得太过分。劝你们不要再用这些东西缠我。火腿肠没换出去，火腿肠只有张怀瑾理我，他说用红油面皮跟我换，我说可以。囤的物资都没了，泡面吃完了。不要这么对我，朋友们，你们真的不要这么对我，我会很难过。谢谢张小臭的权杖，谢谢小臭。狼人杀不参加，我不会玩。口红和发色好配，其实我口红涂了很浓很浓，才能看出来点颜色。什么那天的拌面？别提那天的拌面，那天拌面出大事了，朋友们，友友们，那天的拌面出大事儿。我的眼睛是不是放得太大了？我是不是我的眼睛今天有点太大了呀？我平时的眼睛是这个样子的吗？哦，那可能是，就是这样。谢谢灰化肥发，谢谢灰发，谢谢灰化肥的夜蝶，谢谢。我要涂个软眉膏。拌面咋了？拌面，哎呀哎呀哎呀！我的天哪！
秃秃染眉膏，这样眉毛就不是黑色了。怎么觉得今天发型没做好嘞？就这样吧，就只能这样。哎，刘海呢？刘海呢？刘海在这里。因为我平时都是，算了，就这样吧，不想动。我涂很多口红了，为什么还是看不出来颜色？就是觉得不均匀，涂这个。这回好了，但是涂太红又不好看。哎呀，擦到嘴巴上，擦到牙上。暗一点，这样，就这样。谢谢，谢谢冰主小羊的皇冠，谢谢小羊，小羊小羊。嗯，宝宝，我刚才说拌面，我吃的那个拌面差点被毒死，因为那个酱发霉了。不是过期，因为我吃了，我就吃了一条那个拌面，我说怎么有一股中药的味道，就很奇怪，我不喜欢，然后我后面就没有再吃了。谢谢奶茶。然后呢，我后面就没有再吃了吧，他，我还看了，我说你把这个生产日期给我看一下，这个生产日期我看的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我闻了一下，还是觉得那个味道很奇怪。然后呢，第二天寇姐告诉我，她看了一下那个酱，它发霉了。吃宵夜，一会儿去吃宵夜，谢谢奶茶。对，秦雨文和左京元吃了很多，我左京元知道了，我没告诉秦雨文，我说这个事情要瞒着他。因为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吃了两包拌面的人太残忍了。还好我只吃了一根，只能说。对，他都敢吃老坛酸菜。我应该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之后，然后再告诉他，
你不是说眼见为实，你没有看见，就代表没事儿。确实饿极了，就是说现在泡面完全没得吃了，就只能再吃，就只能吃他的老坛酸菜牛肉面。这是真没有办法。要我饿极了我也吃。酸菜不放就可以啊。嗯，你们说的有道理。他邀请我连麦干嘛？哎，你居然接了我的连麦！我刚刚还在这说你挂了呢。放什么狠话？你在干嘛？你管我？抠 姐干在干嘛？没事，我就问问你在干嘛。我在直播。好的，好好直播，拜拜。你在打赌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真没有打赌，我就是每个人去看看大家在干嘛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再打赌的话。你要把那个鸡腿分我一半，我真没有在打赌，谁会为了我跟你连麦而打赌有鸡腿？真的是绝对没有这种事情。好吧。再见。莫名其妙，只能说莫名其妙。这有什么好查房的？谢谢荧光棒。你连续切了三个房间，都刚好看到百姓在连麦，那你真惨。我今天还说呢，我说他们都疯了，他们真的都疯了，而且刚才卡子哥在隔壁一直在嚎叫。谢谢不加甜的夜蝶，谢谢不加甜。我每天还是过得很快乐，因为我对生活没有追求。谢谢奶茶，我在直播，全情荒，抄我作业，我宣布个事儿，我在直播，我也在电台。好，你宣布吧。没有事儿，没有事儿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在电台。我在直播。我在电台，你在干嘛呢？在拿手机啊。好，那你们接着玩吧，我回去了，再见。拜拜。你看。好冷漠呀，大家好冷漠呀。好吓人啊！看他们这火力圈不强。他疯了！天呐！我觉得我需要把自己隔离起来，我才是最需要被隔离起来的人，因为周围一群疯人。哪天就不指不定哪天把我传染到了，这个精神上的荼毒才是最可怕的。好吓人啊！知道吗？我最近跟他们待着待着，就有一个人要开始嚎叫，说啊，就不一定是哪个人要开始发疯。我建议我们实施一下这种精神隔离，把我们这种暂且精神还正常的人关在一起。
我觉得挺好的呀，我娱乐游戏我每天有在娱乐呀。这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就疯了。我也有点烦躁，我哪里烦躁了？我也觉得。我知道情绪会传染，我可太知道情绪会传染了。但是没有人可以传染我。扣姐有症状，扣姐症状，现在她就是这种轻症状，轻症患者，但是她是最早开始的。他虽然症状算轻，但是他这个发作时间很早。没有办法，我不参加狼人杀。我不理解，可能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，是真的。带他们去王者峡谷逛逛，那就不是他们疯，是我要疯。我为什么要自我折磨自己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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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我没有 switch， 肯定要吃宵夜呀，怎么会不吃宵夜？但是现在宵夜时间开始了吗？快到点儿了，我这不是在直播吗？我这不是在直播吗？你们催什么？我排队，我刚开直播20分钟，我下楼排半个小时的队。边排队边直播，我不会在这个公共场合直播，我觉得不太好。我现在也没那么饿，因为刚刚吃了晚饭。我不知道是几点，再说吧，等他们有人拿了上来我再去。但吃不到也无所谓了，吃不到也无所谓，因为我不饿。有追剧吗？没怎么追剧，就吃饭的时候随便看看。什么时候解封不知道，但是这个隔离期间我还是对我有帮助的，这个隔离，因为我攒下钱来了。天哪，友友们，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攒下钱，我想花钱都花不出去。
真就是花不出去啊，怎么花钱啊？外卖没得点。但是我的衣服，我的裙子，谢谢仿生玉菲娜的皇冠，谢谢。范范，哼，我没有买皮肤，但是我可能是被憋疯了吧？我前几天给女主播打赏。就没有办法，这是我唯一能够消费的方式。而且是趁着他这个打 PK 的时候，我看他那天业绩不太好，我在他打 PK 没几个人的时候送了两个礼物，然后他就念我的 ID。 这些人多的时候谢个礼，而且声音很甜，然后这些人多的时候我发个礼物他就说谢谢。假如我发一个筷子吧，没有这个礼物，就假如说我送了一个筷子，他就说谢谢筷子。然后那天他就说啊，谢谢这个比露露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，谢谢。他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天。我怎么会告诉你们呢？我才不告诉你们。谢谢克里斯边偷狗版的用爱发电，谢谢。什么？原来是这样。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个女主播对我就不这样。那个女主播人多的时候她就不理我。那当然是我送的不够多，我肯定不会给他花很多钱，因为我自己就是个女主播，我自己就是个女主播。我不当大佬，我也觉得。谢谢玫瑰花。我是偶像，我在口袋房间里是女主播。你要看红绿灯的黄，那是那个很疯狂的那个人，我知道。谢谢玫瑰花。四舍五入，你们给那个女主播送礼物了，我给她花的钱还不到100块。那天不到100块。说实话，还是之前年少无知的时候给小凤花钱花的比较多。那个主播哪里就吸引我，我的天哪，他是一个舞蹈主播，只能说是一个舞蹈主播。石美丽，你又来点歌。
这首《不要爱上女主播》送给石美丽，但是我唱完这首歌，会不会有人出坑了呢？谢谢玫瑰花。天哪！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？这首歌是这个样子的，女主播，你看她的歌词呢？她的歌词是讲哦，一个，这和我们没有关系，知道吧？这个女主播是讲，是说，是讲，这个女主播是说。就是说她是一个就是一个有家庭的人，有家庭的女人，有家庭的女人，她在网络上面直播，因为她容貌漂亮，是一个美丽的女人，所以吸引了她的粉丝来给她送礼物。但是她这个粉丝啊，就是说头脑一热就爱上了她，爱上了她之后，她就爱上了他之后，就想和他，就是幻想和他拥有一段爱情的关系。所以说，这在我们身上是不成立的。
你看他的歌词说，他是别人的老婆，对吧？这在我们之间是不成立的。这个，欢迎来到我的音乐世界。没有你，世界寸步难行，困在原地，人会一直铭记。黑夜里，祈求黎明快来。只有你给我温暖晨曦，走到思念的尽头，我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予，忧伤反复纠缠，我无法躲闪，总有个声音你快回来，我已经受不了，你快回来，生命已经到尽头，你快回来，把我的思念带回来，别让我的心孤单。世界寸步难行，我困在原地，人会一起铭记。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，只有你给我温暖晨曦，走在思念的尽头，我终于相信没有你的世界还无法进入，忧伤反复纠缠，我无法躲闪，总有个声音总在呼喊，你快回来，我一个人承受不来，你快回来，生命因你而精彩，你快回来，把我的思念带回来，别让我的心空如大空如大海，你快回来，我一个人承受不来，你快回来，生命因你而精彩，你快回来，别让我的心空如大海，别让我的心空如大海。好感人的一首歌。这首你快回来送给石美丽。
在直播。为什么不让我说话？你到底让不让我唱歌？真的会唱这首歌。当我看着你，我藏起来的秘密，在每一天清晨里翻成咖啡，安静的拿给你。你有我不吃宵夜，我要直播，我要直播，我要直播，不要拦着我直播，我就要直播，我不吃宵夜，我要直播。
外直播，哼哼。一会儿去看看他们上来带了点什么，看看好不好吃。卡卡，他们没听到我喊。有没有人去别人口袋房间帮我调查一番有什么吃的？是粥的话，我就不去了。粥不吃粥，但是我的门好像。但是他们好像没关我的门，粥糊了。我听到走廊有人说不太好吃。那算了，我就不去。Hunger， 糊了是吧？不是糊的，南瓜粥。红薯。红薯。啊、哦。我唱歌。我不会唱这首歌。我真的 hunger， 我真的 hunger 受不了。谢嘉年，谢嘉年请我们听歌，谢嘉年，谢嘉年请我们听这首好听的歌。给这个嘉年表演个吃曲子。他们只有粥，没有那个，没有小菜的。我现在变呆滞了，是因为我最近总是
作息乱乱的。有萝卜？谢谢仿生玉配料的皇冠，谢谢。那个萝卜是大萝卜还是小萝卜啊？是那种成片的萝卜还是萝卜丁啊？我不喜欢吃那个片片萝卜，片片我不喜欢，我比较喜欢吃萝卜丁。我知道我不想吃粥，萝卜丁是有一点甜味，是甜辣的。那个萝卜片片是柠檬泡的，柠檬腌的。粥很养胃，但是我现在也吃不下。对，就是萝卜丁加青豆那种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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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醋泡的萝卜，现在食堂的就是醋泡的萝卜，他们说好吃，但是我不喜欢。怎么了？有点想吃泡面。食堂每天都在吃土豆。我有个朋友叫闪闪，他非常喜欢吃土豆。我觉得要是让他来这儿的话，他每天快乐死。他就是真的非常喜欢吃土豆。烈焰红唇，这也不是很烈焰吧，因为土豆很对，很容易储存。友友们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形容我的发型，就是按理来说呢，它应该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它现在是这个样子的，你们懂吗？按理来说，对，正常来说它应该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我现在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不是因为中分，
就是我原来的发型应该是一个凸，你们知道吧？凸，现在我是一个凹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就这样吧。现在这个发色会督促我洗头发的。原来还不喜欢洗头发，现在想快点把这个颜色洗掉。现在我经常洗头发。我还是比较喜欢棕色的。这种彩色的颜色不是很适合我。可能有人喜欢彩色的头发吧，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，就是饱和度没有那么高的颜色。我之前就算是染彩色的头发，也是在棕色的基础上面，就是那个粉色，我染的都是粉棕色。可能是我不习惯吧，我也觉得尝试一下蛮好的。各种 APP 上都说过这个发色超级惊艳好看。各种 APP 怎么了？谁拿我的头去打广告了？推销染发剂的。听说在唱歌，唱完了。谢谢 Mikey 的夜蝶，谢谢 Mikey。趁我染回去之前，我这个月肯定是染不回去了，大家都在封闭呢。疫情期间就好好当好我的女主播。确实是要调工业。女主播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能爱上女主播？人家是说那些当了别人老婆的女主播，知道吧？我是兼职的女主播，我的主业是一个48的，我是一个48的打工人，我副业是这个口袋48的女主播。人家说的那种女主播是别人老婆，是你爱她没有结果，但是爱我有结果。爱我有什么结果呢？结果就是你看你今天晚上看了直播，然后我话说的太多了，然后叽里呱啦跟你说了一大堆话，然后你看着看着你困了，
快乐之后你就睡觉了吧，现在还不到12点，现在大家12点前睡觉就很早了，对吧？你这个睡着了之后一觉醒来神清气爽，然后第二天去公司上班的时候一下子容光焕发，老板一看你容光焕发这么精神的来上班，哇，给你涨工资，这就是爱我的结果，知道吧？我少来，你们怎么这样？你们为什么这么对我？这种概率也不是没有几率发生吧，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概率发生吧。这样涨工资分我一半啊，你就是这么说说吧，你就算是涨了工资也不会分我一半的，毕竟我只是一个网络上的女主播罢了，就算你涨工资了不跟我说，我又怎么知道你涨工资了呢？算了，不用在意我，只要你涨了工资就好了，我会替你开心的，但是你不用给我这种承诺，因为我会放在心上。你们不觉得你们对我很凶吗？哦，之前你们都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之前你们都说你说的对，现在你们就只会你少来你少来。天哪，你们变了。你们真的变了。算了，你们开心就好，毕竟我只是个卑微的女主播罢了。谢谢奶茶。谢谢 CBook 的夜蝶，谢谢 CBook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我去演《甄嬛传》，我能演谁啊？你们觉得我能演谁？我去演《甄嬛传》，就我这个样子，我能演众多尼姑里面的一个。第一集领盒饭的石美丽，你怎么这个样子？天哪！四郎，我可不想当皇上。甘露寺铁蹄，你在说什么？能不能给能不能给甘露寺一点尊重？天哪！怎么会有这种人啊？天哪，这个世界太疯狂，这个世界太疯狂。真的是风评被害。算了吧，
昨天做了什么梦来着？我给忘了。我跟你们说，那天我做梦，梦到一个人一直举着手机，好吓人啊！我就是梦见了一个人举着手机在那里狂拍我，叫我老公，然后我就逃亡，你们知道吗？真的是逃亡，我就逃逃逃。我就逃亡，就是我这是跑疯了，我就是在梦里逃命一样的跑，然后好不容易把他甩开了，然后我一转头，他就一转头一抬头就跑到了一个空，就是以为把他甩开了，跑到了一条街上，结果一抬头他又在前面。真的很吓人，因为是在梦里，我真的是不要命的在跑，真是逃命，真是逃命的那种感觉，你们懂吗？在那种居民楼里面，就是老鼠爱大米，这是什么歌？听过不重要，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，不敢再忘记你，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，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。如果真的有一天爱情理想会实现，我会加倍努力好好对你，永远不改变，不管路有多么远让它实现，我会轻轻在你耳边对你说，对你说，我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，不管有多少风雨，我都会依然陪着你，我想你，想着你。多么的苦，你呀，离我是否远？真的爱你。我只会两句，因为当就是你们知道吗？小的时候街边会那种推着 CD 的车子，那种车上会放这种歌。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，不敢再忘记你，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，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。如果真的有一天爱情理想会实现，我会加倍努力好好对你，永远不改变，不管路有多么远一定会让它实现，我会轻轻
说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花。管有多少风，我都会依然不管有多少这首《老鼠爱大米》送给马上一倍凉。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歌？就是我小的时候，有一首歌叫做《全世界的猪都笑》。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这首歌没有。叫全世界的猪都笑了，因为这首歌叫我舅舅的手机里面有一个 MV， 就是印象太深刻了，因为我姐姐会带着我在我舅舅手机里面看这首歌的 MV， 不是儿歌，是流行歌曲。我没听过猪是歌，猪之歌，但是那首歌就叫全世界的猪就。全世界的猪都笑了，是有点 rap 的那种感觉。我小时候是非主流盛行的年代，我小的时候也是非主流，现在看来是非主流，但当时我们那时候我可时尚了。啊！突然好想打哈欠。小时候当然不会染现在的头发呀，小时候还要上学。还有10分钟我就能看到我的天会成长。为什么哭了？因为我刚刚在打哈欠。啊，今天还放假呀？今天是放假哦，那明天、那后天才能看。好吧。莲花清瘟胶囊，你们看公司发的，谢谢天会成长的黄哥。我知道天会成长为什么不成长，对天会成长天天给我送皇冠。
友友们，我们来玩游戏好不好？我们来玩我们来玩猜猜我摸到了什么。我的手在一个框里，你们猜猜我摸到了什么？我都说我的手在一个框里，一个框里怎么会摸到脚啊？你们真的很敷衍我，你们到底是在敷衍我还是在诋毁我的名誉？为什么总是要说我摸我的脚？我的脚有什么好摸的？猜对了有什么奖励？猜对了就再说，反正你们都猜不对。好了，现在你们猜吧，再给你们三秒钟。3、2、1。啊！你们都没猜对，我摸到了健胃消食片。这不是我的健胃消食片。我们筐里也没有全是药，这是比双色球还难猜，那倒不算，那倒没有比双色球的难猜。再来一次，好吧？好，猜猜我摸到了什么？这个你们也猜不对，3、2、1，我摸到了纸牌，好了，你是不是玩不起？你们都玩不起。猜中的概率怎么可能是零呢？我描述一下就很容易猜的，哼，不玩就不玩吧，你们都不想陪我玩，算了，我知道你们很忙，你们去忙吧。玫瑰花，哎呦，这边的刘海很讨厌，很奇怪。我要把我的下巴戴在我的手上。
这样不累。再玩点别的，可是我想不出来什么游戏了。玩什么？没有什么好玩的游戏。这样吧，我拔一根头发，你们猜它能绕我的手指头几圈？这好猜吧？这总好猜了吧？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四圈，五圈，六圈，七圈，七圈。我看看有没有猜七的，有哎，真的有哎。那你看有人猜对了吧？好玩吗？再来一根，再来一根可不行。什么叫我手肉肉的？哎，我手什么？我手细到这根筷子这么细的程度，才能绕20圈吧？啊，这怪我吗？这，你们这还要骂我萝卜手？什么手能让那个头发绕20圈啊？天哪！刚刚给朋友看我照片，他说我一脸倭寇笑，我明明是一个全能女艺人，知道吧？全能的意思就是大家都可以说自己全能，因为全能只是一个缩写，我是全能吓死人女艺人。然后这也可以是全能，有点困了，Coco在洗澡，我听到。我今天在抖音上面看动物园的直播，我看到树懒，我看到那个树懒。他们说树懒如果要走2公里的话，需要走1个月呢。反正那个饲养员是这么说的，说树懒如果要走2公里的路，要1个月。我不能领养一只，我养不好它，我会把它养死的。我1个月能走多远？我哪知道？
我一天走多少步？我走最长的步就是从我的房间走到食堂去吃饭。我喜欢白老虎，因为白老虎漂亮。可是，他们饲养员说白老虎脾气很差，是孟加拉虎。孟加拉虎脾气很差，东北虎脾气还好一些。但是白老虎长得，我觉得长得比黄老虎漂亮。对啊，抖音上有好多动物在直播，还有小熊猫。我看到了一个小熊猫，小熊猫的直播间说小熊猫现在已经很少了，因为有人会捕杀小熊猫。怎么会有人舍得杀那么可爱的小熊猫？杀了小熊猫，小熊猫能干嘛呢？能吃肉吗？小熊猫的皮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为什么要捕杀小熊猫啊？我小的时候还在看电视的时候，经常有公益广告，不要吃鱼翅，不要割犀牛的脚。他们说犀牛的脚的营养成分和你啃自己的指甲是一个样子的。不要吃犀牛的脚，不要割鲨鱼的翅膀。在直播？我知道，还没播完吗？没有。哎，扣姐去哪？在洗澡呢。你洗完吗？哦，没事，我想洗衣服。那你好好叫我一声，我在隔壁了。小动物保护法。有没有人来保护保护我？我要出一个卢天慧保护法。卢天慧保护法就是，说卡子刚刚说啥？你没听见？我听见了，但是我忘了卡子哥刚才说啥。他想洗衣服，他说他想洗衣服，叫过来洗呗。我洗完澡叫他过来洗，怎么办？算了，先让他洗。你在这播吗？确实。墙怎么会敲垮？我懒得说话。谢谢奶茶。卢天慧保护法的第一条就是不可以对卢天慧说你少来。反对？为什么反对？
第二条就是不许。好像现在没有第二条，先暂且规定一条，后面的话随时补充。卢天慧保护法的第一条就是不许对卢天慧说你少来，第二条就是不许反对。违法了会怎么样？违法了不会怎么样。第二条就是不许反对第一条，你说的没错。算了，你们一点都不想保护我。你们一点都不想成立卢天慧保护法，那为什么要让我制定法规？你们让我制定了法规，你们又不听我的，你们还说我专制独裁，那你们这个样子岂不是伤了卢天慧的心？更没有人保护卢天慧了。算了。只有卢天慧自己才能保护卢天慧自己，所以我不成立保护法了，我不要你们保护了。不要你们保护。谢谢荧光棒。你要洗衣服的话，先把我里面的毯子拿出来吧。好的。你还在直播吗？我在。好的。哎，裤姐去哪了？这儿，电都插上了，你直接按着开始就行。哦。哎，这个毯子你不收掉吗？它那个没洗的。那个没洗的。要我帮你？那你要不然先洗吧。啊，没事，你先洗吧。你就扔到外面那个脏衣篓上面就好了。这里吗？嗯。你得赶紧洗掉。嗯。还说今天要拍视频呢。好像可恶，找不到退路。不是累，就是有点没睡醒。我对你们说话不温柔吗？人家卡子哥也不对我说你少来呀。什么？你怎么又要玩一个老梗啊？因为他们刚刚对我说了很多次。这是什么固定的节目吗？嗯。要说什么？你少来。你少来。喜欢吗？为什么他说的味道跟我说的味道完全不一样？啊！我有一种被调戏的感觉。说什么呢？是不是？对不起啊！对不起！差点把这个懒羊羊踢出直播间。是不是？对不起啊。他说的那种很正经，然后又夹杂着一丝不明了的味道，就一种有点没一种咖啡太甜了。你们说话注意点。嗯，那个青天才是王道对吧？你想不想看看秦雨文？
我为什么要想看？我想不想看秦雨雯？嗯，你如果想看的话，我可以，连个麦让你看看他。我太想看了。好吧。哎，我呢？我太想看他了，我太想看他了。行。秦雨雯不能看，今天这么可爱的菲菲，哎，看到了，他是不是老住在山洞里啊？嗨，你好，我现在是在一个测试光的阶段，你看到了吗？山洞里信号好了，山洞里信号好。对，我这山洞终于有一束阳光照进来了。好，那祝你们幸福，走了。反复，为什么每一次都是这句话？卡斯哥，你没有别的话说了吗？你的香肠来了没有？因为他只是想看看你，他想你了，所以我就连麦让他看看你，天哪，拜拜。我去求叶总把卡子哥的口袋账号还给他。Oh my god！ 你多久下呀？你多久下呀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你们看卢天慧的那个妆容，像不像泰妆？你们觉得好？我觉得她今天的妆特别好看，就是那种很清透的泰妆。我真的无语了，他说我马上，我这个我今天在那里补妆，他说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妆容很像泰国的妆容？我马上刀都要收不回来了，立刻要把他捅死的程度。他说是以前我很喜欢的一个泰国女明星，所以我又把我的刀收回来了。哎，是真的。不是像，就是他们的那种感觉啊，就是那种精致感很像，就是那个李海娜，你们知道吗？李海娜不知道他们认不认识？李海娜，哪个泰国明星？我觉得泰国女明星长得最好看的就是她，以前我就超级喜欢她。他说我像李海娜，我都不知道这个泰国女明星到底长什么样子。不是说你们两个长得像，是你们身上的妆容的精致感很像。哎，我第一次听说有人夸一个妆化的像女明星，人家都说夸你长得像那个女明星。第一次听说有人夸人还说哇你的妆化的跟她好像，但是你长得跟她一点都不像。不是你们俩这样，人肯定不能。我跟你说，你跟她长得像，这是不好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们两个各自有各自的特点。你们长得各自有各自的优点，你知道吗？你们都不是同一个父母生的，你们长得像又有什么意思呢？你喜欢跟别人长得像吗？肯定不喜欢，对吧？你就是、啊、我怎么不喜欢跟别人长得像？我就是喜欢跟一个美少女长得像，我就喜欢跟一个美女长得像。就是你跟她的各方面气质，还有你们的一些就是美的特征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就是你们五官不一样，知道吧？就这种东西是微妙，需要用一生。非常能发现美的眼睛去看才能看得见的。好了，那我现在去看看这个李海娜到底是谁。非常漂亮，好吧？你别看现在好像是有点这个有点长大了的感觉，就是有一点那个变成熟了。你要看她以前演那个好像是泰版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，是那个浪漫满屋还是什么来着，她以前演过一个剧，我非常喜欢看。对，就是浪漫满屋。 Yes or No 也看过。他反正在里面那个时候，他以前演的那些剧他都非常漂亮。怎么了？不好看吗？很漂亮的啊。不说实话。 Oh no。 啊，你喜欢吗？怎么了？很漂亮好吗？你不要这么肤浅的去看一些百度上面搜到他的那些照片，你要去看那个他在电影里面的一些照片，是真很漂亮。百度上面的照片就是他的封神颜值电影。我只是在 B 站搜了一下这个李海娜，然后出现了一些了不得的东西。我严重怀疑你现在每天看的都是什么。没有，那不是我现在看，是我以前看的。那是我还在念书的时候干的。好，点下吧。啊？怎么了？哦，几点下播？对，我们不是要马上就下。对，马上就要下。
你的马上是多久？我很快，现在随时都可以下。嗯、现在几点钟了？不知道几点钟了，主要是。七分到十分下吧。现在十七分，怎么到十分下？你告诉我。到一点十分下。开玩笑的，那我们二十下吧。献首歌，他们说我们还献首歌啊。哦，对，恶作剧之吻哦，小柠檬，小柠檬的恶作剧之吻是吗？恶作剧。我在直播。那怎么办？可是，哎，这样子吧，你播到一点半下播，然后你来找我，我们唱首歌，然后我也下播，正好在这里拍东西。关机。直播到一点多，我来找你啊。现在是，直播到半点。对，直播到半点吧。好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嗯。What are you doing, 韩江乐？你在对我的老公做些什么？没有啊。我的妈呀！我给你们看看。哎！Oh my god！哈哈哈哈哈！刚才吓得钻被窝都钻来不及，人没了，真的很奇怪。韩家乐在靠我在身上，我好疲惫，我人要疯了。我看蒋舒婷在直播，我告诉他，我要疯了，我跟你讲。蒋舒婷，人要疯了。我先说我已经疯了一半了，还有一半等着现在不在疯。哇，只能说他们贴的严丝合缝啊。这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贴贴。有没有关门？哎，人已经关疯了。哎。这身衣服没出过门，你要不说我还没想起来这件事儿。我这衣服今天穿了新的，穿这衣服上我床，穿的干净的，比睡衣还干净。我确实，韩家乐也有稍有这种症状。什么症状？发疯的症状。差不多了。你又疯了一个，我的天哪！我跟你说，白馨宇是昨天疯的。百姓也是昨天封的。韩家乐是今天封的。你的床悠悠们马上就轮到我了。那什么时候马上就轮到我了。我现在就躺在床上。没关系，我不会疯的，友友们，我要做这最后一个正常人。百姓怎么疯？百姓胡言乱语啊！他说这个样子是不是？我也有点儿，我这是在跟你模仿一下各位发疯的症状，知道吧？我们卡子哥就是说抱着泡面哭，这是卡子哥的症状。而我们左轮症状是也是哀嚎，他说我疯了，我疯了，这样子。抠姐症状很轻，抠姐是轻症患者。
好像没这个沙发了。看，孔老师清正之后呢？啊，这个沙发还挺舒服。其实楼下那个沙发也很舒服。对，扣姐不外露的，扣姐。寇姐把她的伤痛藏在内心。寇姐那年刚练完之后，肥子就打啊，有人睡睡觉把你揍一顿。他那天真的打我。寇姐那年，你要打完之后，我听了三遍才听出来，听了三遍加自己的理解才知道韩家乐刚刚说的是内敛。你要哪天大半夜把扣打一个八爪章鱼给他弄醒了，他就把你暴揍一顿。我怎么会打他？我怎么会打人巴掌？我就睡觉很老实的，好吧。我说八爪章鱼就是这样，像个猴一样挂在他身上。确实，我韩语水平不行。我已经跨过了，但是他没醒，是我自己反应过来的，我自己离开了。我真的和韩家乐说话很累，和他一个人对话要用和三个人说话的精神。我不和你讲了。我今天在 B 站上面搜卢天辉，搜到了一个很好笑的视频，你们想看吗？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看。是这个，我给你们看啊，不是小鸡恰恰，我哪儿疯了？你们看完就会知道我为什么笑成这个样子。哎，这怎么转镜头？那是这个，是哪个？是这个，你们看吧。哎，怎么转镜头？今日，卢天辉在口袋表示第一次表演时给青玉文的一个打击。我们通过多方努力采访到了青玉文本人，让我们看看现场发回的报道。十多岁。给了我一个大逼着。你们可以想一想，未来一个十多岁的孩子，一个逼着会有多大的心理的压力。怎么样，好不好笑？笑输我了。别告诉青文我看了这个，别告诉青文我给你们看了这个视频。这是我们的秘密。我把假发找回来了，我明天要拍卢天天，但是卢天天帽子没有了。
演员选好了。还不来、啊、这人。都困了。等我说谢谢。不是唱这首歌。拥有你温暖了四季。怎么唱来这歌、个我要去看《十宗罪》了，书还是电视剧？书。哦哟，走不走，柯南？那是我的童年阴影，悠悠。好看的，我每次坐飞机或坐车，我都在车里看。还在恶童身上说话像个老头儿。好看的，我每次坐飞机、坐车都在车里看的。冰主小杨，冰主小杨，由于你有一个这个冠名曲，就是你有这个一个广告位，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，好吧？你是想让你的名字贴在我这个台灯上面呢，还是垃圾桶上面？还有，还有，我觉得还没有其他地方好贴，其他地方贴上穿帮呢。或者我给你，到时候给你用特效做好吧，特效把你披到谁的身上，就说那是他的纹身，好吗？但是因为你这个冠名，那就。不纯粹了，我要是把这个披到人家身上，说这是他纹身，我还要分他点分成，这个就不划算。我们这种零成本制作的初衷就不复存在了，所以说我再考虑一下。既然你今天，随意的话，那我明天就自由发挥了。对，第二季没有外景，成本更低了。第一季好歹是这个说用了几块钱的共享单车钱，是吧？这回就是没有外景，没有也拍不了外景。哎呦，看来这个新闻下播了，因为我看到他的苹果军团开始进我的直播间里来等了。他们性侵的很统一，格式很统一，因为他们 ID 上面都带苹果，很容易辨认。谢谢法轩玉菲娜的皇冠，谢谢。趁他还没来说说，趁他还没来说说，说说那，说说说说他坏话。之前什么来着？之前，
之前他想粉丝名，他说我想给我的粉丝们想一个好的粉丝名，他这就说什么来着，蜻蜓，哎不是蜻蜓，哎忘记了，反正又想想算了，想到了再跟你们说。蜻蜓是谁想的我也忘了，什么来着，哎真的忘记了，太久了。洗衣机的声音是一个很离谱的名字，一会儿问问他怎么样。怎么还不来啊，他是树懒啊，就这几十步路要走多久啊，完蛋了，我们下个月才能看见他。他换衣服有什么用？他说先发个消息给我。他说还要跟别人拍东西。他确实不是跟我拍东西，我也知道，他虽然没有给我发消息，但是我现在知道他要跟谁拍东西了。算了，那我不等他，我要下播。他说了也要跟我拍，但我也知道他要跟谁拍，可是我觉得他要拍很久，如果他要先跟别人拍的话，我就暂且不跟他拍了。我没有生气啊，我说我要想先卸妆睡觉，今天就不拍了。在直播。哎，我知道。你要先跟他拍吗？啊，我说你要拍东西。对啊。你要先跟他拍吗？对啊，把讯在哪儿？那我，我们下次给他称好吧，因为我怕我待会儿时间不够。什么时间不够？我们还要学呢。他在哪儿啊？谁知道？好吧，那我自己直播吧。先拍嘛，不拍，那简单，你去跟他拍吧。你有毛病、啊！我怎么了？我说你先跟他拍嘛，你们还要。那很长，那我们那要拍到凌晨三四点，你也等。我不等啊，我们今天就先不拍。那就先拍我们。你可以直接交跟他那个吗？不是我，那我们两个是其他的东西。不是，我知道啊，你可以一起交嘛。一起交，那你那个东西呢？我什么东西、啊？我们那个东西呢？我们那个东西你就交你跟白馨宇的，我白馨宇的那个是白馨宇的那个东西，那我们都改天再拍嘛。毛病？怎么？不是改天再拍吗？对吧？因为你们那个也要拍好久，而且我现在在直播，我也不知道要拍什么。你去嘛，他可能在房间化妆还是什么的，你去找他。啊，我没有生气。
生气的，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好像还是架在这里漂亮一点。对啊，我接着直播。谢谢这一微生的权杖，谢谢。好，那我去了。嗯。真的是，发现没有？他们有症状的人都会唱这首歌。嗯，他们有症状的人都会唱这首歌。这首歌每天无缘无故唱这首歌，就是他们的症状之一。我前几天也唱过，我那个是人家点歌我唱的。那个是不是我的那个，不是我的这个自主行为，我那是别人点的这首歌。那我再直播20分钟，直播到1点，直播到1点钟怎么样？可是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呢。现在 B 站打游戏是不是太晚？那我。但是我说实话，睡到了晚上9点钟。吃宵夜不吃宵夜，不想喝酒。确实，突然就不困了。刚刚还困在打哈欠，突然就不困了。谢谢荧光棒。算了，那我也下播了。不是他先不先和我拍，不是人家传话的问题。哎，和人家我没有关系，本来说的就是过来，我们先把欠粉丝的歌唱掉了。他要是不唱歌了的话，要拍抖音。他就可以跟别人先拍，没有别人谁又传错话了，我也没有生气。
有什么？没什么，没有什么好生气。谢谢仿生玉飞料的皇冠，谢谢。谢谢仿生玉飞料，我是什么？我是什么轮胎吗？我不是，我是什么轮胎吗？天天生气，天天生气。我真的是无语。因为轮胎需要气才能跑，才能放在车子上跑。我真的是，我再解释的清楚一点，是因为他跟百姓要拍的抖音时间很久，如果我现在立刻下播跟他拍，也要我们也要很久才能拍完，而且我还没有找好要拍什么，所以我就让他先跟白星宇拍，然后他跟白星宇拍完之后我可能也就困了，所以今天就先不拍了。没有生气，我的天，害怕。真的害怕，因为这真的就是害怕被人误会的生气。我哪有那么多气好生？Unit， 这个 Unit 是一个非常离谱的 Unit， 只能说是一个非常离谱的 Unit。到时候看了你们就知道了，你们就知道是怎么样一个情况，就是我实在是。太为难了，只能说我在这个 unit 里面，真的是太为难陆天辉了。我们是老师分配的，确实。但是我想，人生总要多些挑战。我想就这样吧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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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安静哦，突然房间突然好安静。几人去？三人去。洗衣机停止工作，谢谢奶茶。洗衣机停止工作了之后，房间就变得很安静。好喜欢我的脸蛋，那我给你，我撕下来给你，我不要了。
不要这张脸也罢。你们看我的指甲好了，因为今天剪指甲的时候把这上面的坏的地方给剪掉了，它现在好了。看不清，那怎么办？可能是指甲反光。对，指甲长得很快。此时此刻，你还在想我吗？就这样吧，如果诚实回答。哒哒哒哒哒，没有人的时光。没有你在的世界吗？听一下全世界的猪都笑了，你去搜嘛，你去在那个 QQ 音乐上搜全世界的猪都笑了，最好还要看一下那个 MV。 我放大家一起看，我不放，我放的效果不好，还反光。你们想看的就去看，叫全世界的猪都笑了。我下播了，悠悠们，50也算是个整数。拜拜，拜拜，晚安喽。大家疫情期间也要开开心心的，知道吧？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睡，就是生活，要学会去适应环境。这段时间过了，可以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和一些美好的时光，我觉得也蛮好的，对吧？因为现在可能过的不是生活。所以说不管怎么样，现在也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，要努力去克服困难，对不对？照顾好自己哦，拜拜。